你好，是去春熙六大酒店吗？是。你这车 MVH 好不好啊？什么 M 什么 V 什么？就是问你车内静音效果好不好。那你刚才关门的时候肯定没仔细听，声音非常沉重，说明这辆车的密封性非常好。声线沉重呢，说明这辆车采用了很多隔音材料。哎，没事的啦，当然可以了，在我这个车上啊，敲锣打鼓外面都听不着。可以了。这罗纳迪尼奥监视器挺很不好，他需要一个隐身的地方发泄他情绪。他是巴西球队的传奇巨星罗纳尔迪尼奥。这别说话，别打扰他，让他哭。这真的是，他真的是罗纳尔迪尼奥。嗯，你小心开车。这人长得那么矬啊，官方高度不是1.90米吗？小心。哎，放心啦，这台车怎么晃都不会有感觉的。你看他哭得那么投入，根本感觉不到车在晃。吓死我了。哎，等会罗纳尔多先生哭完了之后，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啊？我是巴西球队的球迷啊。在他面前别再提足球了。为什么？世界杯上他虽然打进了10个球，但巴西早早出局，让他情绪非常低落。这次来华他也只是来散散心的，顺便赚点差旅费。那打进10个球还被淘汰了？乌龙的。 What?